好久不见。那个，你可以来当我嘉宾吗？亲自邀请嘉宾，怎么好像不太顺利？还是你可以来弹吉他？喂，李安。维里安九月唱进小巨蛋，就想邀请熟悉的好伙伴海狮到场。招牌歌当梗，还推出一系列的海狮会周边，帽子、水杯印上海狮图案，让粉丝抢着加入海狮会。演唱会前夕，惊喜连连。各自安好，真的就是最美的祝福。有的时候，不同时间点遇到的缘分，在那个当下，我们努力过了，成为不了最终的幸福，就成全了最好的祝福。在刘若英歌声中泛泪，林依晨、柯佳嬿分享心底一首刘若英的经典歌。后来，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亲爱的，你好吗？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胜过千言万语的问候。还有陈婷妮、王静都想起听到刘若英歌曲的故事，在演唱会登场前带来感动的还有她。陈珊妮演唱会高雄站即将开唱了，她特别设置了珊妮之墙，粉丝只要点击便利贴就能够留下对陈珊妮想说的话。结合演唱主题，架设线上空间。开唱前两周，陈珊妮每天都会选择几张来分享，无论是告白或悄悄话，就要让粉丝能尽情呐喊。TVBS 的新闻王金伦、洪婷台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